有限客栈，你先坐着等我一会儿啊。我哪我都不去了，你赶紧下来给我捡，捡不回来你就给我死着了。你给我下去。让我下，我下。哟，是哪位客官火气这么大呀？我。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？是那远远的明月，明月。二位客官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小声叫的我。姓马苏苏，你走，那个兄弟，你走，你忙。别，客官他一会儿给你扶进去了。来，客官里面请。哎呀，没有事啊，没事啊。哟，这位客官怎么了？受伤了吗？瞒二位说，每当我看到男人受伤的时候，心里就会克制不住对他的爱慕。你看看人家，长得漂亮，心地还这么善良。来，小姑娘，你没有字，被控制哈，你尽情的爱慕我哈，没有。哇哦！不。你别看哈，我这身上满哪浑身都是伤啊，你就挨吧。来，你身上那点伤算什么，那还叫伤啊？哦，是吗？看这都是皮外伤，你看我哈。我这都是内伤，我使点劲儿能给肠打成蝴蝶结。你真豁上你那老脸啊啊！你非逼着我出大招吗？小姑娘，过来，你信不信？我一掌给逼太惨了。来，我现在就给你扇一个面瘫给你看看啊！咱再来一个反手的啊！哥，你可真行啊！啊！为了跟我争，粘炭这种江湖绝学都用上了哈。好，那么现在我只好自废武功。哼！哎，飞没飞啊？当然飞了，今儿死大胳膊都打断了。总是冒什么？凭什么我去送？你脑让自己打刺了吗？啊？凭什么？你以自废武功还能打得过我吗？哎呀，那哥，我没看出你现在心眼悬了，这不是吗？还有没拿着？来，干脆是这么的，我胳膊断了，我怎么拿？让你拿，我不拿。拿不拿？我拿。拿，我拿哪拿？我来拿。你到底是谁呀？我就是魏国的特工。代号牡丹白，哼，这次来就是为了截取你们手中的情报。我一人把咱俩给玩死了。妖孽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六脉神剑。哎，不，刚才刚怎么回事？刚才找什么啊？这是？不是，这个彪子谁呀？我就是来自齐国的超级特工，你们这次情报的接头人，代号是。英雄，讲呀，都等你呢。代号是。哎妈，大哥，我都这样了，赶紧说吧。怎么还卡上别人了呢？代号是。哎妈，我懂了，他代号就叫是。嗯啊。嗯。哎，英雄啊，你刚才你这儿再打一遍呗。俺俩都没看清。往哪儿打？那个，你看谁脸长，打谁呗。
那位施主，六脉神经。